穿心断肠，替你的主人收拾残局，怎么样？八步休，大心何为？穿心与断肠两人，手执利器，欲杀小金刚。不幸的小金刚，除了穿心断肠的利器，气功落。唔通我走去逼杀咯！王爷金刀大反龙，在此地刀剑顶雌雄。讲的就是讲的，一流对二流，寸寸紧张，步步杀机。心地莫测，挥霍你正在研究大反龙的刀法。城一流的独眼龙，只不过如此如此。你以为你点点徛在迄个所在，我就无可能杀你嘛？独眼龙，你刚龙在进哦，经验极限关的上剑流，这招唔通用哦。阿弥陀佛，现在现在，魔魂是老土观音大师。我挥霍你的行动又遭受阻碍了。一招用不定，胜败几分，何时再争呢？一名大师，你真是好眼光。独眼龙带领你也是奔走江湖之王，我执行官留一条路给你好路带，去吧。多谢你，多情一流，人一流，人情一流，多一流。英雄听英雄，好汉笑好汉。对，你讲这句话上对，只有英雄才知影英雄的价值。那不是大师你出现法子？我的相剑一出，效果就不堪设想。是啊，所以讲起来你真好运。喂，讲我好，是独眼龙真好运。是吗？
你为怎样冷笑？我笑你的经验也是差多阮娘一大截。什么意思？方才我发迄招唔通用，是对多阮娘所讲，并非对你。什么？难道你无看见多阮娘的功夫已经用尽，点点徛在这所在等死？这就是你无法甲杜元良比的所在。你敢知影杜元良最后徛住，这步就是最上乘的刀法，叫做一瞬必变。对方卖近身变化，一旦近身，伊的刀招瞬间由一招化成一百招。再强的敌人也爱丧命啊！你分明是胡说八道。老衲今年超过120岁，又是出家人，岂能胡言乱说？我若是继续讲下去，你就毛骨悚然。照你讲起来，你已经死三次了。死三次？是啊，我知影你一定无发觉，可是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。我在旁边看得一清二楚。我为怎样死三次？讲来听看卖。好好，你慢请动怒，我慢慢讲给你听。当恁两人交手的时阵，你使出金焰纷飞，双剑向伊头部刺去。杜元良身躯七格，手中的金刀由直变横，强而有力。你的腹部已经中毒了，这招叫做一扫而空。专攻下心啊，一扫而空。其次，你再施出双青精辉，左右出剑。杜元良利用你中位无防，金刀伫处中位，刀尖成点，轻又快，刺中你的咽喉。一招叫做一顶龙门，哈、啊，一顶龙门。再来，你第三次用二钢并流，虽有钢龙汹涌之势。可是过程失误，杜元良闪过你的攻击，翻身在你的背后，施出一射千里，可以将你人砍成两边啊！什么？你免惊，伊就是无想要杀你，伊那是要杀你，你早就无命了。我唔相信，你这个老头子，你一定受人的买手，想要来扯动我的斗志，唔通误会。老衲固固熟悉咯，既然你有办法分出胜败关键，那你就有办法应付着我手中的双剑吗？阿弥陀佛，现在现在。执行官，你的双剑是我多伤害一名甲你无冤仇的出家人啊！人精心自明，三思。撤！执行官，你甲小金刚有一段冤仇未了，所以杜元良才会无杀你。冤冤仇仇。难道这就是武林的循环吗？欢迎大师，阮众人已经找你真久了。哦，原来是文世先生怪奴主金国璧中原三诺。是啦，哎，大师啊，你是安那无论莫分析，安那招来这个众龙岗？出家人自悲为怀，我是来此地救人啊。那是救啥？别甲枭雄执行官，哈！别甲枭雄执行官啊！迄大歹人了，哈！啊！你是安怎来救伊？这个人哦，开始真侪武林的高手，暗中先甲武二，赶快是死在伊的手头，你敢知？哪主你所言差矣，何人也？我所以救执行官，是希望伊当脱离罪恶，从头做起。嘿，大师，你那讲嘛受理，我嘛是甲你下的呀。三位找我何事？代志是安尼啦，武林中的败类乌白龙滚南宫魂已经得到50秘籍，有可能练成秘籍内中的功夫吗？是吗？50秘籍乃是由武林五魁所创造，
一五名武林的高手各有不同的金光体，想要练成内中的功夫恐怕是真困难。为怎样要练五十臂劲，必须阴阳合并，心心贯一。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也是推测而已。十数年前，地阴门五路煞无意中发现了这本五十臂劫，这五名仙家就认真锻炼，结果全部走火入魔，相继死亡。这五名女仙家死了后，这本臂劫就落入天阳三圣手中。结果天阳三圣连这本臂劫，三人最后也是走火入魔。在三圣临死之前，不愿后人为了练这本臂劫再丧命，就将伊废掉。为怎样臂劫会搁再出现，落入南疆魂之手，这就真疑问咯。详细情形我也无清楚，只是知影苏彦文为救阮三人，才会将迄本臂劫来送回南疆魂。哈、啊？苏彦文有搁再出现？是哦。唉，苏彦文是一名非常不幸的人。喂，大叔啊，那苏彦文是安怎？哦，无啦无啦，圣经。我再来请教你，第一五路煞以及天阳三圣，连五十臂劫走火入魔，这与阴阳合并、心心贯一有什么关系呢？应该是有真大的关系，因为第一五路煞是至阴金光体，天阳三圣是火阳金光体，结果全部走火入魔，走上死亡之途，可见顺阴顺阳是无法连成。一定爱阴阳合一，嗯，这也是有理。要拿呢，乌比龙君现在是阴阳同体，一定是有办法练成五十臂劫内中的功夫。凡事是天的安排，天意若是如此，任何人也改变不了啊。我是什么人？我到底是谁哦？哎呦，哎，注意了，你不用介绍，魏家人，大家注意呗。到底是谁？我是何人？老前辈，离苦地情，我到底什么人？阿弥陀佛，那你一定知影。小鬼甲跋跋住，啊！你家己都唔知影你什么人啊？迄我要哪会知？你一定知影。嘿，我哈，哎，那点那那那那，为怎有恁阿拢唔知？我到底是谁？我是谁哦？明明是派你当搞笑人。此人讲话声如红掌，非是普通人物。哟，问题你无讲，我煞无想到了。啊，这个声音哪安尼熟悉声、熟悉声哈？这个声音恁应该真详细接到啊。大叔，此人是谁？这个人原来就是过去最轰动万恶的罪魁庄敬仁。庄敬仁，这边哪有可能？都是因那个做妈的乌白讲，那个真跟你学的。此人确实就是庄敬仁，可是庄敬仁早就在无人岛与万强尊同归于尽了。无人岛死去那个人不是庄敬仁，乃是庄敬仁的小弟。啥货啊？庄稼人好兄弟哦！庄稼人不但有一个小弟，而且也有一个小妹。哈？那潘金阿个老汉子？是啦。当年庄稼人的父亲挂帅，由西行领军进犯中原，不幸被中原的兵马所消灭，自己也战死沙场。庄稼人的父亲死了后，庄稼人带着伊的小弟和小妹。就开始流浪生活，都是拜师学艺，希望为父复仇啊！你是安怎对庄稼人的心事真清楚哈、啊？因为我曾经是庄稼人的师傅。啥话呀？你是庄稼人的师傅？哈哈哈！这是当年兵精在火焰谷，将着庄稼人兄弟带回魔魂寺，要拿那庄稼人的小妹呢？听庄稼人所说，在也未遇到我之前，
弟妹已经对着火焰谷身亡了。都是你的罪过啦！当初时哦，你若卖收庄稼人做奴隶，嘛未害死很济人。当初因只是一名无依无靠的小孩童，出家人恻隐之心，才会将伊带回魔魂寺。慢慢也想未到，后来变成杀人的魔王。庄稼人既然无死，那为怎样会变成这款的模样？这也是有一段的故事，恁三人慢慢听我讲吧。庄稼人兄弟离开我之后，前后有拜过十八名的师傅，练成盖世武功。兄弟两人功夫练成之后，决心为父复仇，尽扫中原。从此两人便和平作案。想未到基地被了中原军甲的人敌所感化，盖万强尊同归于尽。当庄稼人知影此事之后，悲愤万分。在短短的十五天内，连灭六大门派，伤害一百名武林的高手，使得天下大乱。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形下，东南西北中五魁杜洪廷联手对付庄稼人咯。魁武功盖世，庄稼人勇猛无双，双方战力如我失色，山河改动。来吧来吧！正道的时七月七日，最后五魁各使出最厉害招，同时咧打向庄稼人咯。武林五魁五种功夫，准备要同时发出咯。我这果然厉害，我的头壳啊！庄稼人虽然身受重伤，但是伊也要奋战到底咯。双方战后再经过一暝一日，庄稼人被魔魁逼入幽灵古洞。我的头壳！庄稼人利用最后一口气，击碎洞中的大招。武林五魁见庄稼人拒敌，便离开幽灵古洞。数个月后，五魁联合创造了五十秘籍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是讲五魁佮创造迄本秘籍是要创啥啊？这老汉就无清楚咯，不一定是互相牵制。为公告者，贫僧要需要回魔魂寺，三位过时咯。所以讲，咱人若是食愈老，迄好处就愈多，啊，代志嘛不愈多。幸亏庄稼人失去记忆力，否则麻烦就愈多。奇怪，殿下人形势匆匆，必定有事情发生，赶紧需要跟踪。方才迄个失去记忆的人，就是庄稼人，我一定要想办法使庄稼人恢复记忆。为恶多好路，行！为何赶紧将钦差大人放出，否则殿下人杀得你家眷不宁。殿下人，此地用不得你善了，免惊冤来啊！殿下人，就你来强了哈，俺老在其中一边负责。好，将恁些人全部清除。然后上入死刑中，经验无不的厉害，来人啊，动手！人啊，我是谁？我到底是什么人啊？
主你竟然敢跟我作对，这叫做飞蛾投火，自焚其身哦。各位，一名小孩童真可怜，忍痛伤害。啊？你是何人？我是什么人？为怎样连我自己也不知影？我知影。一名朋友，你知我是谁？我当然知影。你原来就是钟家人。什么？我是钟家人啊！现在现在现在传闻这句话是不是使钟家人恢复记忆力呢？恢复你到底要用什么魔对付红叶金都团长？请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布袋戏《七彩霹雳文》。